同学，大家好，请看《十善业道经》第九面啊，第一行，佛赐龙王，热力握口，即得成就八种敬意。何等为把以言不拐度、经文很明显，意思无尽的深远。佛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成就敬业，特别是对于念佛法门而言。我们念佛法门，大家都知道了，这修敬业。敬业从哪里修？心静其口，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是善护三业。善护三业里面呢，一开头就叫我们善护口业啊，不计他过啊，就是此地说的。那么由此可知，修净土从哪里开始，我们知道了，也明了啊这一段教诲的重要性。什么叫握口呢？这两个字的意义一定要搞清楚。握口是说话粗鲁，音声态度、词句都叫人家难以入耳。现在所谓是命令的句子，纵然是你的下属，不得不服从你，充其量也是表面不得已不服从。心里都不服啊，这是失败啊。往往在某一种关头的时候，下属背叛了啊。为什么会叛离呢？必有原因，而因素里头决定少不了平时言语不当啊，造成的后果啊。这个是事出世间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人与人相处人之待人，言语占的分量太重太重了所以儒家教学言语列在重要的科目上夫子教学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由此可知他把言语看得多么重言语是德行的表现看你的言语，看你的表态，看你的动作，
你德行的高低是一目了然了。我们要怎样修德？累德积功，这是佛菩萨在经论里面常常嘱咐教导我们的。教会里头说的很多啊，诸佛菩萨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柔和爱语啊，这是敬重啊。我们亲近善知识啊，我过去亲近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我们站在旁边观察，他接待宾客，接待来学，我们看了深受感动，在这个里面学习。亲近他的学生，对学生跟对大众不一样，严厉的教训对学生有，常常有，但是对大众没有。学生老师有责任帮助他，成就他，看到他有过失，决定要说，就从前老师给我们讲啊，说故事的人，谁愿意说人过失？谁愿意给人家做冤家对头啊？聪明人、有学问的人，绝不干这个事情，给人结善缘，绝不给人结恶缘。你有过失。不会有人说的，说你过失只有两种人呢，一个是你的父母，一个是你的老师。朋友、同学说过失，也是一而再，顶多讲两次，不会讲第三次了。两次你不改，第三次也不说了。为什么说了就变成冤家了？那怎么对你呢？敬而远之。什么叫远之啊？远之是不与你共事。你在社会上做任何事业，得不到别人帮助。你所得到的是与你有利害关系的。道义的朋友你一个都没有啊。所以德行言语不能不学。德行的落实就是世尊在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十善业道。口业重要啊。你能够立我口，你就得到八种敬业。第一种，
一言不拐度，这个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分寸。你的言语恰到好处，一般说的如理如法，合情合理，不过分，也不会不及，这是第一种境界。言语过分，显得巴结人、讨好人。言辞不及，显得傲慢，瞧不起人。这言辞要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吧，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常常练习，养成习惯。第二呢，言戒律，这个很重要。无疑之言，在佛法里面称作戒律。我们世间人讲的开玩笑，诸佛菩萨修道之人没有戒律，戏论跟幽默不一样，世间人的幽默不见得是对对方、对社会大众有利益，而圣贤君子所谓是出言成则，说出来的话都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准则，这就是利益。那么由此可知，敬业是有利的，如果与社会大众没有利益的，这不是敬业。那么利益使我们能够想到，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得清净心，帮助我们断烦恼长智慧，这是真实利益。第三呢，言必其理，理是真理呀，决定不会违背真理。背理之言，圣贤君子决定没有。为什么呢？他见到真理了。佛家常讲啊，明心见性的，所以他的行为、他的言语决定与性德相应。言行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
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12部经教啊，都是从信德流露出来的。啊，其理呀、啊。第四个，言辞美妙啊，这契机。让人家听到欢喜接受。啊，切机切理的言语才能广化众生。谈经上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是其如境界。那不是凡夫啊，他为什么不见世间过？我们用相宗的话来说，大家好懂，他已经转识成智了。相宗修行的纲领，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第六意识是分别，没有分别了，一切不分别了，这个观妙观呢，智慧现前啊。我们今天对于世间人分别，他不分别了。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莫那时执着，他不执着了，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诸位想想，离开分别执着，你要找过失了不可得啊，事出事法都没有过失啊。楞严经、圆觉经、法华经、华严经啊，佛都说贪嗔痴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即是贪嗔痴。这话什么意思？平等观了，贪嗔痴跟戒定慧是极不平等的。他平等，他怎么平等的？贪嗔痴跟戒定慧是一个心，你发心一个心，觉悟了啊，叫戒定慧；迷了叫贪嗔痴，迷悟不二啊。你迷的是戒，是发心呢、啊？悟的还是发心啊？发心没有迷悟啊！啊，迷的时候变的这个相，是贪嗔痴的相；觉悟变的相，是戒定慧的相。但是你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相不是真的，是妄相啊。他心偏了，理得了。于是清净心现前，心清净，我们常讲身清净，境界清净啊，贪嗔痴跟戒定慧都清净了。这是什么人？化身大士。化身大士应化到六道里面来，他怎么做呢？他还是延迟戒律啊？为什么？六道众生在迷呀，他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是表演的，上舞台表演啊！表演一定要顾及到大众，要顾及到当前社会利益众生啊！我这个表演与众生不利的，与社会不利的，不可以做啊！啊，譬如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呀，大家都不懂得孝道。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一定事先孝顺父母，奉事师长。现在这个社会大众不懂得尊师重道，忘恩负义。背师叛道，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一定是特别示现的孝亲尊师。一定是这个做法吗？为什么这么做呢？挽救世道人心。诸佛菩萨在哪个地方示现，哪个时候示现，一定要观察这一个时节因缘，就是此时此处啊，众生犯了哪些毛病啊？佛法是教育啊，如何能够纠正它，把它改过来。这叫善知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不懂得尊师重道了，我们还要回报老师啊，还要批判他啊，还要去斗争他啊！这是教社会大众不孝父母，不重师长啊，果报在三途啊！这个教育，这种表演示现呢，是把众生往三途恶道里头带。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恶魔啊！这不是菩萨了。菩萨做法了，跟这个恰恰相反。菩萨决定顺性德，所以菩萨决定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教化众生。要懂得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成全大众啊。
啊，对于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格外敬重。这个敬重不是装的，是出自于真诚。感化恶人，劝化社会，这菩萨了。言辞美妙，不是音声说得好听，音声好听固然在其中。美妙的意思更深更远。是让别人听到欢喜接受。你这个言是金玉良言呐。这个叫美妙啊。我们现在讲是合情合理合法。真正是从仁慈博爱里面流露出来，这是属于记忆。决定是从清净心里面流出来的，也能够净化人心，净化善业，这是真正切理，真正美妙。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